像啊。第二盘求点前面一点比较好，要看得过去，你反正很贴我嘛，前面一点。他可能要想到，他如果完全不管，会直接砸到我。就不要压太多了。越打越歪，有些失误，但大多数都是对的。
到发球发球奥赛，发球奥赛。哦，也太慢了。还是可以先去看的。那边，带我直接去去表演，在哪里？淡水。哦。妈的！你不要过去了。对面早间。好 ，OK， 来。谢谢。
开心吗？娇娇，按哪一个去了？这个。好球！球，难到我了。三百零。四局。
去吗？应该是阳线。好，谢谢，比赛结束，生日的这天感谢主，新年的第一场晋级下一轮。